Hello， 今天晚上我们还在学习汉语吧。那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早上我们看见已经下雨了，不过现在还在下雨。其实呢，我昨天说，今天晚上要下雨，但是我没有说，今天早上也要下雨，所以我们应该改变一点我们做的系统啊。然后其实呢，今天下午没有什么这些下雨啊。其实呢，好像我们有晴天，所以我们现在有下雨的话意思就是我们有这个好像奇怪的天气。但是其实呢，我们以前也已经看见这一些这些结果，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系统我们改变一下。然后明天我们天气怎么样？我要说明天早上还在下雨，还有呢明天晚上也要下雨。然后下午呢我要说是跟今天一样吧，没有下雨。还有有可能有太阳还有虽然有这些云还不要下雨。这是我要猜的东西，然后明天我们看一下是对还是错。好，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啊。这个是Gino 先生的视频，因为他在海外，然后他跟我们讲一下他们那边有什么啊。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也会看见这些东西，这些消息啊，然后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有这个火山啊，火山特别就是在毛伊岛，毛伊岛，毛伊岛啊，毛伊岛，然后在那边呢，有许多家，有许多人，死了，少，这种先生用的字是捐，捐少，好，然后，好像他在那个在那个部分呢，像给我们记得这个字，全灭，因为在这些，有些在这些 RPG 那个 Final Fantasy Dragon Quest 什么的，如果你的这个团队啊，然后你去什么地方，然后在那边的敌人，在那边的恶魔什么不好的东西正那么强，让你断腿死啊，这个是真的问题啊。但是那个是游戏啊，那个是游戏的故事吧啊。不过这个也是也是好像差不多一样的一样的字，他用差不多一样的字，所以我们会记得这些游戏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会听见在那边的人讲什么虽然他们有状况他们希望大家知道什么呢然后他们在英语讲然后他们也知道因为在毛伊岛有这个问题他们知道没有很多人要来比方说这些观光怎么说呢观光
观光的的人啊，这客人啊，客人来没有那么多人来，好，然后我们我们在菲律宾呢也有这些火山呢，还有呢，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日本、菲律宾，当然 Hawaii 也有这个问题，这个火山的问题。好，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也会说，因为如果有很多人，大概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家、没有钱，大概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会看见，有人要偷，有人因为需要钱要做坏的东西，好坏的事，其实呢，这些非法侵狗的坏人呢，他们总是做这样，总是让他们的邻人悲伤啊，伤悲，我们说用伤悲啊，伤悲。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些非法侵狗坏人呢，用这些这个是那个专户啊，我要说这个 account 是什么呢？庄或者庄账户，账，因为庄不好，他们不要花，所以我们用好像是庄户，我知道是户啊，最后是户，那么前面是什么呢？庄户，那么我们用账户吧。以后我看一下是对还是错，账户，好，或者庄户，但是庄户，好，那么我意思就是 account， 然后他们有家的 account。然后因为他们会看见我们的资料啊，虽然我们已经用这些电子的芯啊，然后我们用技术了，这个是 HTTPS 技术，所以有安好化了，安好化被技术安好化了。不过这些非法侵狗坏人还会赌，还会看见你的信，所以他们用假的 account， 假的这些东西，跟他们的有关系的人讲一下，然后如果警察发现有这个 account 不会不对，我们说不对，他们会去别的地方，会去用别的 account。其实呢，我们也会看见有许多这些店在 Facebook 在 Meta 他们做自己的商店。然后卖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已经付钱了，买什么电脑，还有电脑的部分或者汽车你会发现汽车是偷的没有那个政府用的东西需要的东西，这个资料，这个塑料什么的啊，然后如果你买电脑，因为电脑呢，你需要多少钱啊？好像跟这些汽车吧，这个是50万
50万 peso， 哦，50万 peso 就是50万，对，50万，还有呢，50万，100，对，100万的一半吧，100万的一半，他们给你卖这些电脑什么部分了，然后你付钱以后，你等还有等，但是还没来，然后你去问你在哪里了，为什么我们电脑的什么东西还没来啊？他们已经去别的地方了，没有给你你已经买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收到这些钱了，好，然后为什么他们需要用这个技术呢？看人人的什么电子的东西啊，那个 email 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看你想卖什么，还有呢你在看什么啊，然后他们让你买，哦，这个是太便宜了，哦，太便宜了，所以你买以后他们其实没有给你这些东西，这样子。还有什么？还有比方说这些汽车呢，汽车100万以上的汽车，所以如果他们虽然被警察抓，他们因为用这些假的 account， 有一点时间有一点困难吧，他们需要更长时间查一下，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非法侵购坏人的名字，然后我们已经给警察了，好，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国际警察吧 Interpol 啦，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的网络站网络服务啊，他们也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还有呢你会发现如果你在菲律宾的话你应该跟菲律宾的警察讲一下，不过呢因为他们也用技术啊，所以他们知道哦这个人是在菲律宾，他想跟我们将我们抢啊，因为你的 IP address 什么的也在那边吧，好，但是因为在网络站啊他们要说因为你在菲律宾，你跟菲律宾警察讲一下，好然后因为这个非法侵扣坏人呢，你这么做非法了，你这么做非法，你都在菲律宾呢所以他们也有这一些人员在外国啊，在外国，所以我们有这些消息的，因为其实这个非法呢，非法侵扣呢，其实呢有许多国家做这个办法啊，因为好像我要说跟我们在这儿一样的，有这些人去私立学校有钱，然后呢因为没有这个能力，他们用钱付钱让人做他们要做的东西吧，因为呢他们用很多很多钱了以后没有钱啊，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工作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他们需要钱，快点需要，然后最快的就是非法侵扣了，好，所以这些人员呢，我们发现，还有我要说是有私立学校这个经历，好，
然后什么呢？然后他们好像是有丰富的家，有钱的家吧。好，因为他们要让很多人知道我们还有钱啊。因为如果你想买什么东西，他们要给你买的话，然后你看见他们的照片什么的，哦，好像你没有钱了，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让很多人知道我们还有钱啊，这个办法吧。所以，比方说在照片啊，在这些平台啊，在 Facebook 那个什么 IG 什么平台啊，因为他们有什么朋友什么什么这些亲戚啊。让他们我们还好啊，那你问他们你工作什么，你这么赚钱啊，他们不要给你说，他们要开玩笑什么的，他们就在上载这些照片让你知道我们还好啊，然后在那边呢人人没有抢工作怎么样啊，因为意思就是工作你这么赚钱真的这么赚钱啊，他们不要告诉你，因为你后来会发现他们非法进口了啊，因为你看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我们有这个状况了，你还会赚钱你好像没有工作也没有工作，你每天做什么？这个问题啊，虽然你去过这些私立学校，又你工作什么？你工作是什么了？这个问题了，所以不是那么难，找或者查下这些非法侵口坏人啊。所以我们已经有他们的名字，然后我们已经给警察这些名字啊，好，然后对，因为我们知道朋友们有许多人老人什么的会死了啊，不过我们。这个是好像是战争吧，好，然后他们让我们知道你不会赢啊，警察不知道这些东西，不会了解什么，他们的意思是因为我们会听见吧，为什么你还在做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意思就是我们要做更多坏人吧，然后我们也利用这些亲家的人吧，我们可以做这样用钱啊，所以如果你遇到碰到什么人，然后你看一下他说什么，第一就是钱啊，有时候有人你问他你不会他不会说第一就是钱，但是你看一下你猜一下他生活什么，他工作什么，他这么赚钱如何赚钱你会发现他投资第一就是钱，还有这个人你应该小心吧，小心意思就是他会让你做什么麻烦啊，所以你应该小心吧啊，或者你不要跟他抢了啊，因为危险的好，还有什么了，还有对那么这个 HTTPS 呢其实呢技术我们有技术然后
因为这个东西用这个 RSA 的技术，然后我以前也用 RSA， 但是我发现这些非法进口坏人呀还会看见，所以我没有继续买 HTTPS 了，这个 RSA 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文件了，文件。然后如果你买的时候，他们会送给你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呢，如果你用什么电子这个 email 啊，他们还会看见，还会偷什么资料了，所以没什么办法了啊。所以如果你买这个 RSA 的技术，这个文件他们要送给你，然后其实呢这个文件呢没人他们意思是会知道的人是只有你啊，但是因为这些非法进口坏人会看见你的电子的什么信、什么 inbox、什么 email， 好，他们也会拿、会偷，所以没有意思了。但是因为有人要说，好像这个是 Dragon Ball 啊，Dragon Ball， 这个是七龙球啊。其中就有人带来这个技术，这个 HTTPS RSA 什么书写的暗号化，然后这些非法进口坏人会收到这个 RSA， 他们会用什么技术看见你的资料，虽然你已经用这个 RSA， 然后你还买新的或者更强的，然后他们还会做这样子，所以我们有这个 Dragon Ball 啦。还有 Kaspersky 呢，这个Russia 的公司，他们说好，那么你每六个月啊，你改变你的 RSA 就好。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卖 RSA 这个技术呢，他们说哦，你可以用这个技术两年前还会用，但是 Kaspersky 这个公司说什么你应该改变每六个月改变吧，这样子，所以这个非法进口坏人应该更多看他们好像也用 Wireshark 这些技术看一下，查一下 RSA， 我们用这个字 RSA，然后我们会看见什么Google 什么这个地方，这个银行地方用这些 RSA 了啊，然后我们拿一下，然后这个人这个人用这个银行啊，我们看见他有没有钱，然后我们看见他看的网络站什么，好，这个人好像想买汽车啊，然后我知道这个人啊，我知道这个人，我们给他讲一下你知道我们有这个汽车啊，这辆汽车更便宜啊，我们给你打折啊，然后他要说好差不多多少钱啊，好像就是100万块啊，好不好啊，太便宜了，好，我要买这个说法了，好，然后他们收到很多这些钱，然后非法进口了，但是警察已经知道了，好，这个办法我们发现了啊，所以他们汽车在哪里了啊，已经破坏了，不过还在来，因为也有这些人赚钱了，赚很多钱了，然后他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同学，还有什么朋友想买啊，
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跟大家分享这些消息吧。你们知道，你看这个人好像没有工作，好像只拘留啊，他这么赚钱啊，赚钱，所以你应该小心一下，或者要买的人啊，要卖这些汽车呢，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工作，借还有很多钱，毕业了，去私立学校毕业，借还有钱，还有钱，哦，还有钱，没有工作还有钱，这个问题，所以名字知道了，他们去什么学校也知道了，然后对我们报告啊，给警察知道，好，然后 Interpol 这个国际警察，让他们也知道，所以更多人这些消息知道的话，我们会赢啊，会赢这个战争啊，会赢。然后为什么呢？还有为什么我还年轻啊？为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些东西呢？因为如果你老的时候，然后好像我朋友一样的，他在放箭，我们听见他死了，哦，然后如果你比方说，比如说你已经老了，老人了，还有这些人，对，就是欠，虽然说谎话，虽然他们没有做好，不过你有什么办法了？所以这个钱啊，这个钱，这个非法侵狗坏人啊，他们要说第一就是钱了，你不需要什么东西了，虽然他们也要说家什么这些东西，不过意思真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钱，你还没有做什么家，所以真的问题啊。所以呢，还有呢，如果你想结婚，什么跟什么太做什么这个家，哦，你看见你太太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有问题了，真的什么如果你们需要钱了，他们要做什么了，有很多人要做家，第一是家，但是你这么做家没有钱，所以在另外的地方啊，或者在，因为我们有这些家，他们也知道天地就是不好了，所以好，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不过我们还会继续吧，做什么改变，做什么虽然你不会起什么利诱，每个月没有起什么利诱，因为有人做这样吧，好，不过你们还会继续，我记得在美国呢，其实呢有真的工作的人，他们会利用的话，好像最高只一年一次，只有一次，然后我们会看见有这些美国人，虽然他们在年轻，每年多少钱应该用去什么利用，
鸡翅起里有还是年轻啊，在工作什么，所以这个呢，这个是问题了。好，我们在这儿听着，然后继续好好练习，谢谢。